大家好，我是谭景瑜，欢迎收看空中大讲堂。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主题是全球经济整合趋势。何谓区域经济整合呢？对全球的贸易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我们将为大家说明世界贸易组织，也就是 WTO 所扮演的一个角色。以及它目前呢，它的进度呢，它碰到的一些困境。此外呢，在 WTO 的基础上，事实上台湾呢也参与在这个里面的这个资讯科技协定，也就是 ITA，以及服务贸易协定，也就是 TISA 的这个附编的协定。那它的组合的模式，还有讨论的议题呢，对于我们台湾有什么意义呢？上述的这些问题，我们会在今天的课程来向大家来说明。首先呢，在区域经济整合的意义呢，也就是在深化这个货品自由贸易，来降低关税以及减少非关税贸易障碍，强化呢全球它一个供应链的整合，也扩大了这个服务贸易的开放，进一步呢，它也就开放各国的这个服务业市场。并且呢，排除跨国服务的贸易障碍，促进这个整个的投资活动，而且它会强化各国的这个法规调和，使得这个各国的相关的技术规格、环保还有劳工等等的法规可以跟国际接轨。WTO 呢，它事实上是一个以促进这个贸易为宗旨的一个经贸组织。它也是世界唯一一个处理国跟国之间的这个贸易规则的永久性的国际组织，所以呢，我们时常称它为经济的联合国。那它所标举的一个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还有消除贸易障碍这些促进这个贸易的原则，也是其他的这个区域的贸易协定它的一个基础。那我们在 WTO 的基础上面呢？这个资讯科技协定，也就是 ITA，以及服务贸易协定 TISA 呢，它是 WTO 下面的一个附编协定，它会由部分的 WTO 的经济体呢所组成的一个次级讨论特定的议题的协定。那台湾事实上也有参与在里面。那尽管目前呢 WTO 的杜哈回合谈判呢。因为这个农业还有制造业的一些市场开放条件的旗舰，还有谈判的这个停滞不前，可是呢，这个全球的这个经贸整合的趋势，它并没有因为这个而停滞。那各国呢，也积极的在促进一些区域还有双边的协定的这个一个方向来做。所以呢，我们在因应这个各区域的经贸需求还有战略的目标的时候。这些协定的内容呢，还有它的形态，事实上也开始多元化，而它这也进一步呢，影响到这个区域内外，它的国家之间的这个贸易的条件，还有一些产业的竞争力，那也诱发了各国呢，它必须要跟上这个经贸自由化的进程，对于这个达成全球整个的这个全面的经贸的自由化，事实上有个推波助澜的一个效益。那我们也知道呢，台湾事实上呢是以贸易立国，所以呢，我们面对这个全球的区域经济整合的风潮呢，事实上参与这个区域经济的协定，它有助于台湾来推动经济的转型，还有产业的一个升级。同时呢，那我们在避免呢台湾经济在区域竞争的这个环境之中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因此，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这个全球经济整合的趋势，还有这个全球贸易之间的一些影响。那今天的这个空中大讲堂，我们就介绍到这里。那相信大家对于全球的经济整合已经有了非常一些约略的认识和了解。谢谢大家收看。而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经贸研究室单元。来提供大家对于全球经济整合更深、更广的一个资讯。各位同学，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已经约略介绍了一下全球经济整合趋势的一个概说。
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要从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谈起，了解 WTO 的缘起、运作的原则，以及杜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的一个原因。接着呢，我们在 WTO 的基础上，我们会探讨台湾有参加这个资讯科技协定，也就是 ITA，以及服务贸易协定 TISA 这两个附边协定它的组成模式，还有它的议题。另外呢，在这70多年来，在这个关税暨贸易总协定，也就是 GATT，以及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也就是 WTO 的努力之下呢，全球经贸组织的推动，在这个贸易的自由化这个部分呢，已经有许多重要的一个成果。那从这个区域贸易协定，它呢逐渐从一个单一的区域跨到一个跨洲呢，事实上这个大型的自由贸易协定，我们称作 Mega FTA，它呈现了不同的这个经济整合的一个风貌。最后呢，我们会提出这个延伸的一个思考问题的讨论，以及这个自我评量，也希望同学可以透过自己的一个思考，来寻找一下答案，相信呢有助于回顾这一次的学习重点，而且深入了解全球经济整合趋势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因此呢，今天的课程主要有4个目标，分别是了解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及全球贸易的关联性，了解一下 WTO 下的这个附边协定，也就是资讯科技协定的 ITA 的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服务贸易协定 TISA 的进展，以及分析全球经济整合的一个走势。世界贸易组织，它称为 WTO，它是成立在1995年的1月1号，它是处理国跟国之间的一个贸易规则的永久性的国际组织。它前身是1948年起，它所实施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就是 GATT。那目前呢，它的总部是在瑞士的日内瓦，而现任的这个总干事呢，是来自巴西的 WTO 大使。那在 WTO 的这个5大运作原则呢，截至2016年的6月6日呢，世界贸易组织它总共有162个成员，而这些成员之间呢，它的贸易额事实上占了世界贸易额的绝大多数，所以呢，我们通常都称 WTO 是一个经济的联合国，而 WTO 呢，它会提供解决这些贸易争端和进行谈判的一个场所，它也负责监督成员呢在经济体之间所执行的各种的贸易协定。以下呢是这个 WTO 的5大的这个运作原则，也是呢这个目前在这个全球经贸协定的一个准则还有基础。第一个原则呢是非歧视原则。它会促进经济体之间透过施行这个最惠国待遇，我们通常称为 MFN，以及国民待遇，达到呢彼此非歧视的一个贸易原则。第二呢是扩大市场准入，经济体之间呢，它事实上是可以经由一个关税的减让，取消这个数量的限制等等的一个方式，来扩大市场准入的一个范围。第三个呢，它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原则。除了呢关税之外，事实上经济体之间它也要保持一个公平竞争的一个贸易，不能呢用这个倾销或是补贴的方式来销售它自己本身的一个产品。那第四个原则呢，它是一个透明度的一个原则。各成员国呢，事实上它需要公布海关进出口管理的这个规章，还有国内的税则、商品的一个检验以及检疫这个规范等等相关的政策，还有这个法规，来加强这个贸易过程的一个透明度。第五个原则是对发展中的国家的一个优惠，这个已开发的国家，
他会尽最大的一个努力，对这个发展中的经济体的开放货品，还有服务贸易市场，或者是提供一些技术援助，还有人员培训一些措施，对于呢人均在 GDP 在765元美元这个以下的一些未开发国家，也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优惠措施。WTO 呢，它在成立以来到这个2015年的10月，事实上呢，它已经受理会员499件的争议案，然后呢，到这个2014年底呢，事实上也采认了这个小组报告有193件，受理的这个上诉案有132件，而采认的这个上诉的机构的报告也有125件。采认的这个旅行的这个审议小组，还有上诉的机构报告呢，也有27件，还有19件。那显示这些争端的解决规则，还有一些程序的这个了解书呢，已经成为 WTO 会员他赖以解决这些贸易争端的一个重要机制。WTO 呢，它事实上呢，从2009年起，它也定期的发布这个贸易的监视报告。那它大概平均呢是每半年来发布一次哦，那它也透过提报这个会员相关的这个贸易措施的一个方式，来遏制呢贸易保护措施对于国际经贸的一个负面影响。WTO 这个谈判呢，它在2001年的11月，它在卡达的这个首都杜哈呢所举行的这个第4次的部长会议呢，它事实上它有宣布了这个新一轮的一个多边的这个贸易谈判。那这个谈判呢称为杜哈回合谈判。那我们通常呢会称作这个杜哈回合的贸易谈判呢，或是一个杜哈的发展议程。他本来是希望在2005年的1月1号之前呢，可以结束谈判，可是呢，他到2005年年底，可是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协议。那时候的这个秘书长呢，他在2006年的7月24号，他也就宣布了 WTO 的这个农业还有非农业议题的这个减让模式谈判是失败的，他也建议呢，就停止了这个杜哈回合一个谈判。也不，暂不提出这个新的一个谈判期限，所以这一天呢，事实上是被形容是这个 WTO 呢，自1995年来延续 GATT 成立以来呢，最黑暗的一天。多哈回合这个谈判呢，它历经哦这个坎肯的部长会议的一个挫败，还有这个7月套案，还有这个香港部长会议的妥协之后呢，事实上这个杜哈回合谈判的艰辛，它也显示了多边贸易谈判的一个高度的复杂性，它也引发了复边的这个协定，还有这个区域的贸易协定就开始如火如荼的一个展开。所以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复边协定。复边协定它是一个非强制性的一个协定，那只要是 WTO 会员都可以自由的选择加入这一方面的这个协定。那 WTO 呢，它也有复边协定，来包括呢像什么政府的采购协定啊，或者是这个民用的这个航空器的一个协定，还有资讯的这个科技产品协定等等。那在这个 WTO 的基础上呢，资讯科技协定，也就是 ITA，以及服务贸易协定 TISA，它是由 WTO 下呢一个复编协定，它是由部分的 WTO 经济体所组成的一个次级讨论这个特定的议题的一个协定。那台湾呢，我们也参与在这里面。那目前呢，ITA 的进展是怎么样呢？在1996年的12月哦。WTO 的这个新加坡的部长会议呢，他也就发布了关于资讯科技产品贸易之部长宣言。那这个宣言呢，后来就被简称叫做资讯科技协定，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ITA，成为呢 WTO 下面这个复编协定，包括这个台湾在内呢，它总共有29个这个创始成员。那在2012年的这个5月呢，台湾、美国、欧洲，还有这个日本、韩国、新加坡呢，等等呢，这些 ITA 的主要成员，他就开始展开了这个 ITA 的扩大谈判，那我们就称 ITA Two 哈。历经这个3年半的一个时间，那2015年的12月呢，他就在 WTO 的这个肯亚的这个奈洛比第10届的部长会议呢，他终于完成了。
而这个 ITA 2呢，参与成员它总共有24个，那也就包括了台湾、欧盟。那时候欧盟现在已经有28个会员国哈，然后还有这个美国、日本、韩国、澳洲、加拿大、泰国、马来西亚、哥斯达黎加、挪威、瑞士、中国大陆、新加坡、香港、菲律宾、纽西兰、以色列、阿尔巴尼亚，还有摩里西斯、冰岛、瓜地马拉、哥伦比亚，还有这个蒙特内哥罗等国，那它所涵盖的这个产品有201项，可以享受这个免关税的一个待遇。那事实上，对于这个全球的经贸发展，它是具备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意义的。那它涵盖这个 ITA 2呢，它事实上总共呢，它涵盖的这个201项的一个产品。那它也包括了这个半导体的制程设备，还有偏光板，还有 LED 的这个背光模组，还有触控的这个荧幕模组，视听的这个设备啊，还有一些机体电路，家用的一些娱乐，还有一些医疗设备等等哦。所以它所涵盖的这些这个电子的资讯产品呢，它的全球的贸易值是达到的这个1.3兆美元哦。所以呢，是它它也占的这个全球贸易总额的10%，那全球的 IT 的产品的这个贸易量的90%，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所涵盖的这个范围非常的广。那这大家这些成员，他也承诺在2016年的7月份开始，他会分3年4次来完成这些关税的一个调降。那也有很多的成员呢，就是大家也就非常有具这个自主性，他也就加速哈，在7月的时候就生效，就立即就降了这个零关税了。除非呢是要考量一些延长调试期啊，然后经这些成员同意才会分为什么5年或者是7年调降。那我们台湾呢，也参与了这个就是资讯科技的协定哈。那我们也知道，就是电子资讯产品事实上是台湾的一个出口的一个大宗，所以呢，台湾事实上参与这个 ITA 2呢，它对于对于台湾去去除这个它资讯的产品的这个出口的这个产品关税的障碍是非常有帮助的哦。那我们如果依据这个经济部所公布的一些数据所显示呢。事实上，在 ITA 2所涵盖的这些201项的这个产品当中，占了这个台湾对全球出口的金额大概是900亿美元，然后呢，进出口的关税的净利益大概是8.2亿美元，其中呢，有136项产品是我们台湾具有这个竞争优势，还有这个出口利益的一些产品，也占了这个整个清单的68%。TISA 呢，它是简称哦，我们简称叫做服务贸易协定，它是由少数的这个 WTO 会员国所组成的一个次级团体，也就是服务真正之友集团。那它所推动的这个一个复编协定，那它也就在致力推动于这个服务的贸易的自由化。那像比如说像 TISA 的这成员的这个服务的贸易的进口还有出口的总额，事实上呢，它占了全球总额的全球这个总值哈的70%以上，所以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协定。那目前呢，TISA 它的一个谈判进度呢，是怎么样呢？TISA 这个谈判哈，它是以这个 WTO 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就是 GATS 哈为基础，它在2013年的4月它就正式展开了。第一年呢，它就进行了第一次到第四回合的一个谈判，在2014年，它进行5到9的回合的一个谈判。那主要呢，它是讨论一些新的贸易的规则，而在2015年呢，它进行第10到第14的一个谈判。在2015年的6月呢，巴黎的这个部长会议还有7月的这个盘点会议之后，事实上文本已经几乎完成了。那持续的来讨论这个新的贸易规则。各国呢，它也提交初始的这个市场的开放一个清单。2016年呢，它在第19回合哈，那它也提交的这个市场的开放清单的修正版，那它已经几乎是完成了这个谈判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草案内容哦，
草案内容它主要是分为什么呢？市场的开放承诺，还有新贸易的规则。第三部分的话是协定本文这三个部分。那首先呢，在市场开放承诺上面呢，它讨论的是这个市场的开放，还有这个国民的待遇哦。那它最重要呢，是要消除对外国厂商的一个歧视的待遇。所以呢，成员如果提出这个市场开放承诺，然后透过双边的一个谘商的方式，它就可以进行一个谈判。那在这个新的这个贸易规则的部分呢，它就是进一步来强化 GATS 呢已经涵盖这个或者是谈判还没有达成的一些这个贸易规则，比如说呢，像这个金融，像电信，还有空运、海运、商务人士的短期进入，还有这个国内的规章，还有透明化等等。那这些呢，除了这些之外，事实上我们因应这个贸易的规则。服务的贸易协定这个 TISA 呢，它也加入了一些新的议题，比如说像电子商务啊，像专业的这个服务业，还有递送，还有这个政府的一些主导的企业啊，还有陆运、环境、能源、政府采购等等这些提案，也都在这里面提出来。那 TISA 呢，它所适用的这个服务贸易措施，还有这个服务部门，事实上是非常广的哦。所以呢，我们可以想到的一些这个服务贸易都有想，都在里面，都有在规范，几乎所以适用在各级政府所采行的一些影响在服务贸易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像这个商业的这个服务业，还有通讯、建筑、配销、教育、环境。健康，还有这个金融、观光、创意，还有文化、运动、运输，还有其他等等，它是主要有大概12项的这个主要部门，然后有160项的这个次部门哦，它也只行使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权利，还有航空权这2项，它是排除在外，其他的这个服务贸易的这个相关的内容都是在这里面。事实上，在这个 GATT，也就是关税暨贸易总协定，还有 WTO，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努力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这个经贸组织的推动，贸易的这个自由化，事实上有很多重要的一个成果。而自由化的议题呢，它也从比较简单的这个调降关税，它会扩增到这个降低非贸易障碍。然后呢，随着科技的发展，然后还有这个新的这个商务的模式出现呢，我们也开始在讨论一些像服务贸易啊，像智慧财产权、争端解决，还有电子商务等等这些新兴的议题。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全球的经济整合呢，它呈现另外一种的一个风貌。在2011年底呢，所召开的这个第八届的 WTO 部长会议呢，他也就决议鼓励这个 WTO 的会员采取一个其他的谈判模式，比如说像双边、复边、多边等等的不同的方式，也使得杜哈回合谈判有一些突破，也促进了近年呢这个区域贸易的协定呢进展这个加速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也根据 WTO 统计，在2016年7月1号为止呢，全球的这个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已经达到了435个。那区域贸易协定呢，它也逐渐呢从单一的一个区域转到一个跨洲一个形式，那它也变成是一个大型的自由贸易协定，成为一个主流哦。比如说呢，我们现在正在谈判中的这个跨太西洋的这个贸易及投资伙伴协定，也就是 TTIP，以及呢区域的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也就是 RCEP。那 TTIP 呢，它是一个美国和欧盟呢正在推动的一个跨太西洋的一个经贸的一个合作，成员呢也就包括了28个的这个欧盟国家哦。那所以它占的这个全球的 GDP 的比重呢高达47%，而 RCEP 呢则是呢这个东协国家为主体的一个经贸协定。那目前呢，16个成员占了这个全球 GDP 的比重呢，它也高达32%。大部分呢都是这个成长中的一个新兴的经济体。
那如果呢，我们可以透过区域经济经贸协定呢，在贸易的规则方面可以相互的一个整合呢，事实上可以发挥的这个经济动能就会更明显哦。还有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 TPP，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定，12个成员国的经济规模呢，它占了全球 GDP 的比重高达37%。那目前呢，这个区域的贸易协定的洽签议题哦，它也渐渐呢变越来越广泛。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呢大型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在这几年蔚为一个风潮之后，区域贸易协定的洽签内容它就越来越广泛了。那由那以前呢谈的一些比较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像货品贸易啊，像这个原产地规则、服务贸易，还有投资这些专章呢，它也扩充到其他一些内容。那因应这个新兴的这个经济的模式兴起，它就会有一些这个没有讨论过的一些这个规则领域。比如说，我们如果以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来说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议题的章节里头，它增加了，比如说像这个电子商务、像环境、像金融服务、电信，还有劳工这些新兴议题。那 TPP 呢，它甚至还特别强调这高规格、高标准，还有与时俱进的一些特色。它也随着这个商业贸易模式的一个发展，也让这个新的这个贸易协定也随时有更新的一个能力。各位同学，对于今天的课程呢，我们有以下几个问题呢，很值得延伸还有讨论。第一题呢，WTO 它是一个以促进贸易为宗旨的一个经贸组织，它也是世界唯一的一个处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规则的永久性国际组织，我们也常常称作它叫经济联合国。那也就请这个同学思考一下。WTO 的这个演进呢，还有它的历程，还有这个新回合杜哈回合谈判呢，它所碰到一些困难。那它透过了解 WTO 的这个发展啊，还有了解对于这个它对世界贸易的关联性，然后再进一步来分析对于区域经济整合的一些影响。那第二个题目呢，是这个有关 ITA，也就是资讯科技协定。那它的宗旨呢，是为这个世界的这个科技资讯产品的贸易呢，来达到一个最大自由化的一个发展哦。那台湾不仅是这个29个的创始成员，也在2012年的5月呢，跟这个美欧日韩新等这个 ITA 主要的成员展开 ITA 扩大谈判，也就是 ITA Two。所以就是请同学呢来试着讨论一下这个资讯科技协定 ITA，还有这个ITA Two 的这个内容，以及对于台湾经济的影响为何。那台湾的这个电子产品呢，主要的出口的项目呢，它会参与呢这个 I，我们在参与这个 ITA 的时候，它会有助于去除哪些这个资讯产品关税的一个障碍。那这些问以上这些问题呢，我们也希望同学可以透过自己的一个思考来寻找答案。那相信呢，有助于回顾这个这次的一个学习重点。